给你们讲啊，很真实的一个事件。听说这是每一个男人上车都会干的事情。首先仔细观察一下前后有没有行人，打开运动排气，车窗摇下来，舒服，出发。等我妈去取个东西，然后呢，今天呢，我要去惠州接我弟。对，我很早就规划好了，我说回来要带我弟去开卡丁车，然后呢，我弟在惠州，所以呢，现在我要大概开一个半小时去接他，因为要上高速嘛，所以呢，就请了我妈当我的副驾驶，可以有一个驾龄超过3年的副驾，这样才可以上高速，因为还在实习期。啊，现在接到我妈妈了，然后呢？我给燕城家小胖胖打个电话，看看他在干嘛。我说昨天家里没有他，都感觉空荡荡的，肯定又在打游戏。这种人太讨厌了。这是第二遍，我看他打几遍才能接。2000 years later， 不管，直接去找他。哎，服了。好巧不巧，这个小胖子接了。嗨，胖胖。哥，你在干嘛？什么？你在干嘛？我在家里等你啊。你为什么刚不接视频？没听到吗？我手机调在静音上。你没有在打游戏而忽略掉我的视频聊天吗？没有。哥现在开车来接你，一会儿坐哥的车回去好不好？嗯，好啊，你不要开翻了就行。才不会开翻呢。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出发去找燕盛家。好，走。表弟表妹是不是也在？对。嗯。我们打个招呼。哎，看看。Hello， 小胖吉。我来，快听燕盛家，燕盛家。好啊。现在是一个带小屁孩兜风的环节。小屁孩。哎、yeah, ，樱桃，后面的小屁孩，小屁孩、哎、露出头来。你可以负责抓着手机。OK， 你认路吗？你很难。我当然认路，后面那个帅哥也认路。那帅哥，你拍我脸，很丑。你看美颜，你看美颜也很帅。直走，右转。反正就在这个地方兜圈就可以了。再右转。刚才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、啊，手机抖掉了。哪里发生交通事故？啊，发生一些手机事故。没抓稳手机。手机抖掉了，再往前面出去之后可以去那个。不要抬得快，前面转弯，你新手上路。哎呦我的妈！就踩一下。哎，踩一下，那就飞出去。没有。要不是手机抓稳了，这次又得飞出去。我们看一个视频。左转。没有超速，放心吧。这里地方没有限速，这个地方有点不稳一点，我觉得你要加速。到前面那个路直了，我觉得可能会飞出去。外面对，外面左转，左转，左转，对，这里左转，右边就上山了，爬山去了，这也可以去跑山啊，你要？肯定不去跑山，你这种新手跑什么山？你这种新手跑什么山？完了要加速了，握好手机。你哥是不是就踩了一段路，而且什么都没有？你弟不行。你哥技术很好的，好吧？我不信，您新手，你不信？难道我开的不安稳吗？现在右边就到了河边。你们很懂吗？你们两个？哎呀，这老手了。过完前面那个桶，
摄像头都翘到天上去了。嗯，没有啊，有吗？这不是辛苦，我还扶着呢，手酸。大平，你不会告诉我不认路了吧？认路啊，左转，然后左转，这个口左转，这个口进去就到了，就是在外面帮你兜一圈。你看，外面有一个亲爱的老母亲在迎接我们，亲爱的老母亲。啊。到了，关了，到站了，各位小伙伴们，走，带小家伙们出去溜一溜。哎，帅哥二号，快来！嗨，带小家伙们骑车去溜一溜。哎呀，英佳，是不是你拿这个手机会好一点？对啊，拿着吧。啊？这边踏上了。玩车的路程，走，帅哥，嗨，想看技巧吗？哇，你看斯必德，哇，这个帅哥起跳，我会做帮你好，什么意思？哎，有就可以过障碍、啊。帅哥要秀了，帅哥秀了，帅哥。三，工具人，一，走。贼帅，小心一点，太美，帅哥一号，帅，我们拍张照一起。耶，比比耶，帅哥一号，耶。耶，三二一。好累，我想念内燃机了，好累啊！太久没骑车了。你看我这个腿是蜷在这个地方的。对啊，你要不要骑我这个懒人车？身高优势的人来了，不对，应该是身高劣势。来了，要晃了。哇，成功了！大鹏展，太厉害了，居然成功了，真不错呀！我跑一下。这个是懒人车，我们可能要放慢速度。你现在活像一个动物，类似企鹅状的人。来，给我吧。来，工具人交接。咋还成工具人了呢？对啊。咱们出发。主要是用来当导游的。耶、yeah.。觉得好困难，重心太高了，这帮小屁孩小鬼当家。什么叫小鬼当家？就这样。哎呦，走，樱桃去找爸爸，找爸爸，差点摔一下。你要刹车，你就往后这样一仰。我怕往后一仰我就倒了，人仰马翻。稍微等等我。喂，哎，等一下，那个我怎么过这个减速带啊？您确定没事吗？确定没事，一直轮，确定没事，帅哥难受，使劲往前就完了。哇，帅哥果然是成功了。我们是冠军。这个车能越野，不是说是你技术问题，对，是这个车的能力问题。他能力强，而你技术不行。一片祥和，这个背影，岁月静好。往右，有车，靠左边，跟上。靠边。我们靠边，有车，靠边，靠右。等一下，樱桃，不要摔跤了啊！我这回去没法跟你们爸妈交代。我太难了。我要求你跟我一辆车回去。我不要。为什么？爹死了。那可是你要是有三年以上驾龄，我也可以让你坐副驾驶。我有三年以上的副驾驶龄，我坐我老舅车。我里面放的都是你喜欢听的歌啊。哎，我不喜欢听你喜欢听的歌。我可以放你喜欢听的歌。我不喜欢听我喜欢听的歌。孩子大了。
而且你那个你走回去吧，好不好？嘿嘿，现在是谁上了我的车？什么叫挟持？你再说一遍。系好后排安全带，出发了，出发了，樱桃，樱桃，哎，出发了，耶！